Good morning, everybody. It's very early right now. You just might agree. You know I haven't been good, but have I been so bad? Gotta have a good morning. 안녕하세요. 会有下雪吗？对耶，今天好像会下雪耶。哦，今天有下雪吗？哦，现在下雪了。哦，紧张。哦哦哦，下雪了。哦哦哦，要开门吗？这个是今年的初雪，大家看到吗？哇哇，真的好冷，等一下。예쁘네Open some packages. 前一天我生日的时候，我朋友用卡卡给不是我的，真一个 Tempran 的蜡烛。Thank you. 我好像知道这是什么了，这是我韩国同学吃的 Vitamin。他说他平常都吃这个，然后就送我一个2025 calendar。哦，是阿尼老送的生日礼物。是这个 Rosy Night 的 Diffuser， 我上次去 Pop Up Store 我就觉得很心动了。最后一个，然后看我每天都这样缩着头剪片打字，都决定送一个 Mon 给我。他一开始叫我就是照一张书桌的照片给他，我以为他要帮我隔海算风水还是什么的，就没有，他是要看我书桌的尺寸。晚上再来涂妆。我等一下早上先去上 Pilates， 然后中午12点开始有课，要一直到晚上9点钟。所以每个星期三都要准备多一点零食食物。哇！回去 color this one or this one。It is snowing. 哇！一觉醒来就白茫茫一片。新的穷酸母，你们知道这个声音有多小吗？我现在呢，距离我上课还有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我现在要先来追一下进度，因为我总共有2篇 reading 才没有读，其中一篇明天要考试，然后另外一篇是下礼拜要写报告，在2个礼拜就 final 了。然后我这个学期总共有7个 finals， 所以我想要尽量分配一下时间。Let's go。哇，我通常都是最后一刻才会进教室的人，我今天很早，嘿嘿。我坐在窗户旁边，就超冷。对呢。哦，哇，好冷。Squished strawberry. Yeah, this is the real winter. I don't know. 现在要准备上今天的第三堂课，然后我的脑子快要爆炸了。我现在肚子有点饿，但是又没有到太饿，所以。想来吃这个。
白拿铁。Hello。我之前好像没有在影片里面跟你们分享过，对不对？如果我有时候饿，但是又没有太饿的话，我就会泡这个吃。Go back。Even though I'm still cold. 今天起床之后，我们两个决定还是去一趟 gym。最近真的很认真在健身。Settling in, settling down, falling in love, not falling out. I keep on falling. Each of us both down in the crown.Beginning, called it. Today morning, 早上跟伊恩去了 gym， 然后我现在回到家，洗了个澡，化了个妆。好，我现在来喝我的绿拿铁跟白拿铁。这个绿拿铁我大概喝了三个月，然后这个是喝了大概两个月左右吧。对，但是我之前好像没有怎么特别在影片里面跟大家讲过。对，绿拿铁我觉得就比较像蔬果汁，然后白拿铁对我来说就是运动之后喝的蛋白饮这样。这两个我自己觉得跟外面我喝过的那种冲泡式饮品很不一样的是，它真的很圆形，你可以喝到食物的味道，你知道吗？先讲这个绿拿铁好了，它跟外面不太一样的就是他们从头做到尾，所以就 ensure 了从洗菜开始切菜，然后怎么用他们的真空技术去把食物的味道跟营养素都把它浓缩起来，整个是他们一条龙做，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原味的一个绿拿铁。就是自从我开始喝它之后，我已经很长时间都没有排便的问题了，因为平常正常吃之外，我再喝一包这个一天里面需要的膳食纤维什么就足够了。这听起来有点老生常谈，但真的你排便顺畅了，你的心情会比较愉悦，你身体会觉得比较轻，宿便啊废物啊都代谢完之后，你整个人的气色也会比较好。我想说它本人喝起来是真的很原味，它没有在跟你啰嗦什么，它就是主打一个我就是给你天然的蔬菜的这个味道。我自己大概喝了几天之后就开始比较习惯这个味道，但如果你们不习惯的话，其实也可以自己发挥一些创意，你可以把它加进你的 smoothie， 你可以用冷水，可以用温水，可以用牛奶，可以用豆奶去冲泡都 OK。 然后因为我上次做健检，我的体脂肪是有一点点快要超标的，所以我最近蛮努力的在就是运动，然后希望可以增加我身上肌肉这样。那我发现我自己对于动物性蛋白的接受度比较没有那么高，所以我后来开始喝他们家的这个白拿铁。那我自己啦，就把它当成是运动之后，补充蛋白质的一个冲泡式这样子。它里面呢，总共有三种植物蛋白，可能外面都是一种，它有三种。它一包里面就有 18.7 克的蛋白质，另外它里面还有添加很多的矿物质，还有维生素，然后还有人体所需的 BCAA， 都维持能量啦、糖类还有蛋白质的代谢。那我最近这个也开了团购，然后不管有单盒、双盒或者是 combination 组合，都会有团购优惠。那团购在我自己觉得那个价差蛮有感，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把所有的资讯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他们也是我自己真的喝了大概两三个月才决定说 OK 可以推荐给大家，可以感受到它没有过度添加特别的口味啦、flavor 或是其他的 ingredient。尤其开始运动之后，我觉得你吃进去的东西跟你身体的反应会更明显，所以呀，分享给大家。通常我是会早上出门之前喝这个绿拿铁，然后运动完才喝这个蛋白，但是我现在没有时间了，所以我用他们这个摇摇杯，我决定把两个加在一起喝。前往新春的路上跟我的同学会合，为什么呢？现在我不是参加了学校的 student council 吗？然后我们这个 team 呢，就是要负责帮大家做班上统一的那个 varsity jacket 这样子。我们目前已经有大概的设计，我们今天是要去那个工厂跟他们确认那个布料的颜色。然后我今天还带了一个 plus one。What's up？ 만주열한개주세요。네네네。그냥밤새
吃了个饭，现在跑来松鼠，我想来看一下那个 rockfish 的鞋子，因为最近天气实在是太冷了，所以我想买一个毛茸茸的鞋子。哦，穷哈尼。Christmas is coming, the snowflakes will be falling. It's the most wonderful time of year. So hang up your stockings.Put the tinsel on the tree, because Christmas is coming, my dear. It's the only time of year the reindeer fly. You can't see them on their sleigh ride across the sky. Gather all your family round, or go out and paint the town.工作要拍摄，但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 book 这个场地 book 了两个小时，我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效率把东西拍完。出差了，所以家里又剩我一个人。我明天早上还约了韩文课，所以我现在去写一下我的韩文作业，然后就准备去睡觉了。拜拜。